欢迎收看金融曼哈顿节目。好，那这行情呢涨不停，好，到今天的话还在持续创波段的新高。好，那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有没有觉得呢相当的振奋呢？好，那我想对于已经跟我们一起呢一路大赚以来的朋友，今天都应该都非常的开心。好，那如果你是目前还在空手，还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，那当然就要仔细的看我们的节目咯。那同时呢，越来越多的资讯呢会一路跟大家分享齁，那包括标股也好啦，产业也好啦，好，所以我们的 YT 频道也已经正式上线了哦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呢直接搜寻我们的 YT 频道，或者打电话过来，来公司询问也 OK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当然要先来看看台股今天还是非常的强齁。来，今天台股继续创波段的新高。好，今天16202点，好，今天再创新高。好，那为什么我说很强齁？有些人会说，哎，今天不是走涨5点而已吗？走涨5点而已，为什么老师说它很强？对不对？那强就强在它5点来的非常的巧妙。好，也就是说该攻的时候攻，那该停一下的时候停一下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在上礼拜我就讲过嘛，好，这个五日线乖离有一点点的大。好，所以呢上礼拜我就跟大家说这里呢还稍微横一下下齁，那但是呢这是非常漂亮的走势齁，也就是说来你上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之前这里是一个上升的轨道齁，应该说上升的箱型啦。好，那这个箱型你是不是突破了，对不对？那突破的时候是不是带量？好，所以太亮以后它变承压互换。好，所以基本上拉回你都是要早买一点。好，但短线上连续喷几天上来，礼拜五说五日线稍微有一点点大，好，所以它一定会横一下下哦，好，但是这横一下下是好事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好，因为它过关了之后呢，出量过关，震荡一下，等五日线靠近一点，但是五日线它上来的很快的哦，因为它今天已经扣这里了嘛，明天就是扣到这里来哦，后天就扣到这里哦，所以它只要震荡一两天就 OK 了。好，只要震荡一两个，它就可以把这个乖离修正完毕，那再来就继续往上冲咯。所以这行情其实非常漂亮哦，而且筹码更漂亮。好，很多人说，哎，为什么说筹码更漂亮？因为到现在还很多空手，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空手啦，连法人也是一样啊，所以要补部位的人还很多，所以嘎空手嘎空单，对，随时都会开始。好，所以你就要把握赚钱的机会了。因为今年指数也是慢慢上了，好，但个股会更精彩嘛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说，你今年就是个股啦，你今年要知道你就是准备要赚大钱啊，对不对？那赚大钱不是在指数上面啊，当然指数它也可以赚钱啊，但是绝对没有个股精彩，对不对？个股会涨到超过你想象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它已经涨上来了，休息一下之后又继续往上面又一大段，那一大段的一大段涨不完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在反映今年接下来的东西嘛，所以投资是往前看的啊，大家不要一直看照后镜哦，对，不要一直看过去的东西哦，看过去的东西没有意义啊，对，你要看的是后面什么股票会喷出，然后什么股票可以带你上它实时大赚。那其实那个一点也不困难啊，应该比你想象简单很多，对，应该比你想象容易很多啦。来，我们先看到今天这是六字头出来咯，今天的四七材料，这个4763的材料605块，今天再创新高。好，所以呢，一路过来一字头、二字头、三字头、四字头、五字头，到今天来605块创波段的新高。好，那么我们不要讲很久以前的事情啊。好，那当然有些人说，我前面没有跟上等等之类的。可是你知道，就算在没有多久之前，这是5月15号哦，5月15号的时候，那时候在520附近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会喷出去，结果有没有喷出？有没有喷出？520到今天605哎，那个才5月15到今天呢，今天才5月22哎，对，一个礼拜左右嘛，就是刚好7天嘛，这7天还要把礼拜六白天扣掉，对，所以5天就从500出，对，又上了600。那更不要说这一路以来，是不是从180块开始，对不对？就一路大赚。所以其实一档股票可以让你实现很多东西，会超过你想象。对，因为你买10张当时是180几万嘛，到现在你已经快600万嘞，你只要10张就可以了，是10张你就可以100多万变600万，而且重点还在继续创新高。对，那营收还是强啊。对，接下来现在已经5月22号了嘛。那再过一个礼拜多一点就进到6月份，那6月初的时候你就看到5月营收，5月营收也是强，对，接下来的营收获利都会一路往上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
股票没有那么难啊。对，很多人说股票好像买卖点不好找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操作。对，题材很多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。那你跟上来其实不就搞定了吗？对，你当时只要买十张，你只要买十张就好啊。那你100多万已经现在已经要600了，而且还在持续创新高。那当然就会有人举手说，哎，我不只买十张，我是买20张、30张、50张，对不对？有资金的朋友真的还蛮多的，对，像我们的会员也是啊，对，30张、50张也大有人在，对，那这数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啊，是因为你十张就已经，你单单是十张哦，单单是十张就已经400万了耶，十张就已经超过400哦，对，就已经400多万了，那你如果是30张的人，那不就1000万吗？所以你说很难赚吗？是不是？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，今年就是要给你财富倍增的嘛。所以我说今年是真正让你财富自由的一年，如果你还没有达到，那当然就要赶快跟上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跟上来呢？对，当然一定我们的不管是 LINE 也好 YT 也好，还有我们新开出来的 YT， 还有我们的 FB， 你都一定要赶快加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会增加你很多很多的，会增加你很多很多的能量啊，是不是？让你赚钱的能量，对不对？我们的 LINE 在盘中就会把最及时的东西告诉你，那我们的 FB 会告诉大家很多你不晓得的东西，当然产业上面都会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大家知道。好，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记得要跟上哦。刚讲到我们的 YT 才刚刚开台没有多久哈，那么不过现在已经很多人在问了，所以我们的 YT 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。好，那你可以去搜寻金融软实力的 YT 频道，那么会有非常多精彩的影片给大家哦。好，那么当然都会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你了解最关键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呢一定要赶快定下来。好，那记得今年要赚大钱，当然你一定要有会赚钱的人跟你一起。好，所以还没有赚到钱的朋友，或者你觉得还赚不够多的，好，记得一定要赶快把握了。好，那不管怎么说，就先恭喜大家，材料今天继续创新高咯。那因为很多朋友看着我们，就是看着我们节目一路操作的朋友，很多也都有跟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不管你今天是买一张的也好，三张的也好，十张的也好，20张的也好，50张的也好，今天都要恭喜大家，我们要继续赚大钱。今年就是让你赚大钱的时候，因为真的会超过你想象，对不对？那不只是这个波段的股票一路创新高，还有包括来最近这几天而已哦，也是可以这样赚钱。好，所以市电上个礼拜四早上，那么你有跟上来的朋友到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开心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样是赚涨停板，然后你一样是一路赚上去，那每天都在创新高，是不是？所以进场之后三天全部都在创新高，到今天142.5块继续创波段的新高。所以你说赚钱很难吗？其实没有这么难啊，就看你跟谁一起做嘛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的持股又是非常集中，很集中的意思就是你绝对一定会买，对不对？不是像有些人30档50档那种，讲实在话啦，就是你就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每一个都买嘛。可是我们的持股超集中的，我们的持股集中的意思是你一定买得到，你一定赚得到，你一定可以这么轻松的赚钱。所以三天连续三天都喷出，连续三天都大涨，所以还是要恭喜大家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想你现在应该觉得很开心。好，很多朋友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跟着一起操作的，好，今天应该都是很开心的日子啊，因为上个礼拜五才大赚放口袋，不是吗？那这个礼拜也是继续赚钱啊，对，所以我们是每个礼拜标股一档接一档，一周接一周。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要赶快跟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慢一周就差很多嘛，有时候慢一两天也差蛮多的，对，所以我才说还没有跟上朋友真的要跟上来哈。那故事我都已经讲过，那为什么我告诉你那里会涨？好，这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讲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就恭喜大家连续三天喷出去了，那市电连续三天都继续创新高，今天也一样再创波段的新高。好，所以呢，来赚钱其实你就是要有动作啦。那这个动作又分为两部分啊。好，一个是有些人就是会看很多的资讯。好，我觉得这其实很好啦。好，这其实是真的也会增加你的实力。好，尤其如果你看的是我们的资讯，好，你当然会增加很多的实力啊。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一起动作更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多头市场，我觉得股票市场是这样啊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好，它今天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赚钱。他不会因为多了一个人就少赚，
对不对？他可以成群结队大家一起来赚钱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你还没有跟上来的人，我才会说要赶快。好，因为我常讲今年就天时地利人和，是不是？今年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因为最坏时间过去了，然后新商机又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今年不是一个反弹而已啊，他是真的新商机新需求带出来的，所以很多股票会飙，而且会飙超过你想象，有没有？是要恭喜大家了。好，三天四天让你随便买随便赚钱，有买的人都可以赚大钱。好，涨停板之后呢，那接下来今天没有涨停，好，但是今天呢也是一样续创新高。好，所以我们赚的幅度跟速度其实还蛮快的啦。来看看，就是还不只是市电哈，那再回来看看五福也一样非常漂亮哦。啊，因为五福也是买的时候很好买，好，然后我也跟你说，今年这里真的是有很大的成长性。好，那重点是，哎，最近几天里面呢，你也是可以跟进来以后就很轻松的赚钱。然后五一根涨停，两根涨停，好，那今天的五福又涨停板哈，那已经三根涨停板了哦。好，所以呢，三根涨停板，不过我们今天先出了一趟。好，那为什么今天会先获利出一趟呢？好，因为第一个也是赚蛮多的啦。那再来就是，你赚很多的资金，你获利了结之后，那么你就有资金再把它转到下一档。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，不是说讲一大堆的股票，然后三十档、五十档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上，对不对？我带会员的时间非常的久，好，我想市场上能够这么资深的人，应该是寥寥可数了啦。好，但是重点是，我的原则就是，我们的股票不只是要准，不只要会飙，不只要让你赚钱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持股一定是非常的精简，好，因为这样你才真的是可以，真的是看得到也赚得到，对不对？一档接一档。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大赚放在口袋里面，第一个是赚的已经相当的多，这个资金拿出来，我们可以准备下一档的标股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，它现在是五分钟分盘交易。好，那如果继续再飙上去，有可能就要二十分钟分盘交易了。好，那二十分钟分盘交易，当然进出就比较不方便啦，那难免也可能会影响一下下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来三根涨停板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创新高先获利放在口袋里面，所以我们是一档接一档的标股。好，那你一定就注意到了，创新高获利出场，那钱是不是出来了？那钱出来要做什么？当然就要准备这个礼拜的标股啊。所以你说你是不是来得及？一定来得及的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赶快跟上比较重要啊。上礼拜我就这样讲过啊，其实我之前哦，在四月底的时候就跟你说五月一定要跟好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就跟你说五月标股要开始喷嘛。好，那四月底有些朋友还没跟上的，其实你慢一点点，一个礼拜也 OK 嘛。那你慢了两个礼拜，我觉得你还是来得及呀，对不对？那就怕如果大家都是一直看一直看的话，那就真的会一直错过了。好，那实际上我也没有办法。对，当然这完全就取决在大家。好，你要一起来赚标股呢，还是呢你要就这样看上去？好，那看上去当然也许蛮有趣的事情啊，但是我觉得直接让你的荷包变大比较重要。好，因为今年我们就是要一起赚大钱。而且我就讲我们今年目标是什么，我就说今年应该要翻个倍数以上，我是觉得应该是基本起跳啦。好，但是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，如果你还没有到财富自由，好，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目的的，那我觉得今年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。好，今年就是要财富自由，是今年你就是要财富自由，你今年就是要赚大钱啊。好，你今年就是要一档接一档的标股来赚钱，而且都是有料的标股哦。所以我才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哦。那再讲一次呢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Line Ad 跟我们的这个FB， 大家一定要还没有参加，真的要赶快好，因为 Line Ad 是盘中就会给你一些最重要的讯息。那我们的 FB 又跟别人不一样，好，我们的 FB 呢会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，对，让你知道最新的东西。好，所以我想里面的含金量也是很高。那当然我们还另外 YT 频道也正式开出来了。那 YT 频道我觉得以后也是非常有看头。对，因为呢很多朋友常常说我知道这个东西，我好像听过那个，那或者是说某股票好像听起来很有潜力。好，比方说像宝瑞为什么涨这么多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它可以一路创新高？好，到现在的话它都准备随时要去突破800的大关。那为什么它可以从挂牌的时候，当时的时候你知道最早最早之前它只有40块，它为什么可以一路大涨？那涨到现在还这么强，其实它到现在还是非常高姿态的整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 YT 频道里面来就跟大家来谈谈新的生技股王6472的宝瑞，还有 CDMO， 这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一定要赶快看的啦。那我们每个礼拜会持续有新的影片推出来，
那重点是会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你了解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你想要听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说。那当然的话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就赶快要加入咯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还没有订阅的，记得赶快直接搜寻我们的金融软实力的 YT 频道。那进来之后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分享下去，因为呢，越早参加你就可以越完整的，我们一系列后面精彩的影片你都可以一次来享有。那更重要的是完全这是不用付费的哦。所以呢，大家记得赶快扫描我们的 QR Code， 那同时呢 YT 把它订起来，那订起来之后再来回过头来一起来赚标股。好，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说。上个礼拜标股赚得很开心，那这个礼拜今天第一天标股也是非常的强，休息一下带回来。欢迎回到现场来。好，那为什么说上个礼拜标股赚不完？因为上个礼拜大家都其实全部的人都是公开见证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我们的宝胜多强，是不是？上个礼拜宝胜是怎么标出去的？好，上个礼拜一路喷涨停板，喷涨停板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非常漂亮的几乎就是高点获利出场。好，那放在口袋里面，那么满满的获利。好，那再来红木也是赚得非常非常的精彩，那同样也是很漂亮的获利放在口袋里。好，那当然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股票呢，但是重点就是所有的人的资金其实都是有限的。好，所以呢你不能三十五十档的股票啦，好，你不能一大堆的股票啦，因为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真的直接赚到很大一笔数字嘛。好，所以我们一档接一档，每个礼拜都有新标股。那上个礼拜是宝胜大赚放在口袋，那红木也大赚放在口袋里面，那同时反过来布局这个礼拜的标股。那这个礼拜今天礼拜一刚开始嘛，好，礼拜一刚开始我们的标股就喷出了，我们的新标股就喷出了，然后口袋里还有新名单，所以我才说还没有跟上。为什么要赶快跟上？因为一个礼拜真的差蛮多的。那当然一年是有52周啊，那我觉得是越快越好啦，因为今年本来它就是往上的，而且我讲过很多次哦，好，每一次落底上来的第一年，那涨的都是新东西，对不对？新的应用、新的需求、新的领域，那么大家都没有筹码，没有筹码加上成长性又够大，所以就会有很多标股。对，那种标股涨起来都不是涨个什么3成5成啊，好，它都会累积非常非常大的波段。那当然这里面你就可以一根接一根的赚嘛，所以我才说大家要赶快啊。好，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次，就是呢，有些朋友呢可能你前一阵子盘拉回的时候还在观望的，还在等待的，那都没有关系。好，现在的话第一件事一定要赶快跟上来，再来如果你还是想要再考虑一下下也 OK。 好，但是记得好，我们的 LINE 的频道还有我们的 YT 频道，好，记得一定要赶快。那我们的 FB 频道也是，好，因为呢都会给大家真材实料的东西，这个对大家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投资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界嘛，股票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界啊，对不对？它是少数可以让你白手起家的地方，再加上有些股票它今年就是成长力道超强啊，对，那你就自然要跟好嘛。对，那跟好的反过来的跟好的结果就是你可以让操作变得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你该买的时候买，然后该出售出，然后赚到一笔钱，对不对？赚到一大笔钱之后，接下来再准备下一档标股。那你一定觉得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很天方夜谭，好，其实一点也不天方夜谭，因为你就100%验证了，而且你是公开验证，对不对？你就看到我们上个礼拜宝胜怎么样大赚放口袋，那红木也是赚的非常的多。那回过头来，这个礼拜标股也直接就喷出啦。好，来看看，这个是亚航。那么亚航呢，来，这是唯一跟美军真的有合作，而且合作经验从越战就开始的。那前身是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组成的空运队，然后也参与金国队这个金国号战机的制造。那现在国军有70%的直升机维修都是他的，当然还有包括什么，其实还有 F-16 接下来的商机。好，那回来看，来上个礼拜呢，就已经先赚了一根涨停板了。今天这个礼拜一开始，好，马上就喷出去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开盘没有多久就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高。今天第二根涨停板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我们标股是不是一档接一档？哎，你说我们标股是不是一档接一档？那真的就一档接一档啊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大赚，那大赚以后再开始布局新股票。那新股票其实这礼拜也还有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投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
好，因为你一方面又可以知道很多新东西，一方面又可以一起来赚钱。好，所以呢，很多朋友在之前没有跟上的，好，那我真的觉得是要赶快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礼拜才刚开始，今天才礼拜一哦，礼拜一开始谁的股票冲第一？礼拜一开始又是我的股票冲第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亚航来第二根的涨停板，那么你都可以跟我们一样先买好，然后一根涨停一根涨停这样子赚上来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低价的军工股哈，那价位其实也只有30几块钱。好，那其实我一开始说也是送给大家，而且公开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你公开验证。好，所以我说我们的股票不止集中，而且还非常非常强，再加上几乎都全程公开验证，所以才要说我觉得今年是真的你要给自己一个目标啦。好，那有时候市场会，有时候我觉得常常会有一个迷思啊，就是说多头市场里面理论上是要赚钱，对不对？那而且应该是要赚很多钱。好，但是我们走过很多次的多头嘛，其实我带会员的资历真的很久，带会员资历真的非常久，我那天仔细想一下，我带会员真的带会员在实际上的这样进进带大家操作在里面赚大钱，然后在里面每一年的情况这样下来已经快20年了，这还只是带会员哦，还不是全部的投资经历哦。所以你说我看过多少多空，我真的看过很多次啊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的多空循环里面，我就告诉你，每一次空翻多的第一年都最好赚，你要财富自由就趁这时候，对，你要财富自由就趁这个时候，空翻多第一年都最好赚，就像2009年那个时候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股票都是真的是很多都是涨几倍，好，它不是几成而已哦。所以重点就是你要跟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如果你自己操作得很好，我觉得也 OK， 是。但重点是如果你的操作上面想要赚得更多，那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操作，或者你想要像我们这样来赚钱的，好，那记得赶快来把握接下来的好机会。好，所以先恭喜大家亚航今天呢第二根的涨停板了。那同时新通也是，那新通礼拜五的时候呢来就已经拉涨停板了，礼拜五赚涨停，今天继续创新高。那么这也是真材实料的另外一档新标股，因为军工台电的概念还有新能源的概念，那军工的新订单已经到手了，接下来还有新的东西，还有加上台电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供应商，股价也一样相当的低，那今天也一样创新高啦。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标股一档接一档，这个形容词可能不是很新鲜，但是确实就是如此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的宝盛跟红木大赚放在口袋里，那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，是不是？因为当时就是涨停涨停这样喷出去的，那大赚放在口袋里面算是出得相当的不错。那回过头来这个礼拜一开始我们也一样继续赚大钱，那同时要跟大家说还没有跟上的朋友呢，我希望你一起来把握今年的好机会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年空翻多的第一年本来就是最好赚的时候，所以还没有跟上真的要跟上了。那再来我们的 YT 要赶快订起来哦，好，因为呢我们算才正式上线没有多久，那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的 QR code， 然后呢或者你用 Google 也可以，那 Google 搜寻也可以，那或者是呢你就直接打电话来公司，那会有专人告诉你怎么样订阅怎么样加入。那重点是后面的东西绝对是含金量非常的高，而且呢可以用最浅显的方式让你掌握最关键的资讯，所以还没有订购的记得呢，还没订阅的赶快把它订起来，同时还有更重要的是跟上接下来标股的操作，跟上接下来的好股票啦，因为今年确实是很多标股啊，好，只是有些人还不知道而已嘛，那你当然就要跟上先知道的人。好，而且照这个速度来看，我觉得你一个月累积下来就会很精彩啦。你看我们上个礼拜就多漂亮，这个礼拜今天才礼拜一耶，股票就喷涨停了，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记得赶快跟上来了。那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，记得我们的频道一定要赶快的订阅，那还没有不知道怎么订阅你可以打电话来，都有专人跟你说。那更重要的是要跟上我们标股系列，记得等一下就直接打电话来了，跟上这个礼拜的新标股。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